Му. В магазине. Му. Вкусно? Да. Чажу. Ручаму. Я поеду в Украину, в Харьков. 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早上好，我是许文，我是卡琳娜。嗯，今天是西安的全民核酸，所以我们现在带妈妈去做全民核酸。我的妈妈早上已经早早的弄完了。嗯，几点？哦，八点左右，现在已经八点半了。我们俩打算现在赶紧带着妈妈去。嗯，顺便我们一起吃的。对，刚好逛逛早市，然后我们俩去下面锻炼锻炼。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出发。老婆，早餐就要从夜市开始，早市开始。从早市开始，买点水果，买点吃的。早餐就吃肉夹馍。那以后买点樱桃回来，西瓜很棒。啊，桃子，哇塞。嗯，走。早餐是最热闹的时候。天气凉快，好大的狗，我不对，大什么狗？妈妈现在也是晕晕的。啊，每天早餐都是从肉夹馍开始。肉夹馍，一天我们早餐必须要喝咖啡。嗯。吃一些，再必须吃肉夹馍，还吃了咖啡。但是我觉得。天天肉夹馍都吃的，我们想吃些其他的，肉夹馍、中午面条，那边，对对对，啊，这里也有，都是，嗯，对，走，可以买一些，还好，先不回家，先买一些玉米啊、水果啊，逛一逛，走。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哪个更甜？白色的甜还是黄色的甜？黄色的甜。黄色的甜。黄色甜。要的。六个包。啊、嗯，那就要黄色的，要六个。这次啊。六。八块钱。再买一个。十块钱三个。来，新鲜的葡萄，买吧，甜的很。老婆，新鲜的葡萄，咱家葡萄多。老婆，我想吃西瓜。这里可以吗？这是新切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买半个，我们一般这里流行半个。对，那就刚切的这个。尝试一下。哦，那个黑的也可以，都是新鲜的。那我需要给你和妈妈微信转点钱啊，不行，你们不行，没有银行卡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走。啊，买了吃的，他说现在哎，等我再给冰子里头。哦，妈妈说前面那个是冰子吗？很像那个菜，很像菜，很像克兰的一些，搞不起。啊，狗？对，什么？韭菜的。什么什么？这个是枕头里面有吗？да， 对，это подушку。подушку， это гречка。гречка？ 我们这个会吃，你们放在枕头里面，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这个对身体很好？嗯哼，的。妈妈说那个切面是饼子吗？是饼子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啊，妈妈就说很像，她已经卖了面包，不要吃很多面包。这里好热闹，而且吃的很多。有水果，有蔬菜，有什么什么，有肉夹馍，我
我以前习惯了说冰子加肉，现在要说肉夹馍。好吧，哦，你们真的很像。嗯，又похожи почему-то。да, похожи。我有一个，刚刚有一个帅哥看着我，小朋友，会不会吃醋？不会。那里有酸奶，前面应该有酸奶，因为吃冰那个肉夹馍，我平时喜欢喝酸奶。好，这里可以。Nice。哦。早餐。我们早上去做了核酸检测，然后完了之后妈妈先做的。我要吃馍，我妈昨天晚上溜了很多馍。对，来，那我们开始吃。来，不用不用，这就行，这么严。嗯，来吃。我死了，你的烟我死了。去去的。妈的。吃这个鸡汤吃红椒辣椒的。辣的他不吃辣椒，但你炒茄子好了有点辣椒，我也是有辣椒。嗯。那么。我已经干了这个。嗯。妈妈现在特别喜欢咱妈做的饭。嗯。这就是我们早餐，挺好吃的。咱妈的生活。妈妈。嗯。妈，你再吃一下。我吃啊，咱们去做核酸的时候，妈妈饿了，妈妈先吃了一点。不要再中了。啊。饿了，那就要吃。茄子好，茄子好吃吗？嗯，可不，我把壳上的核是新鲜的。嗯。不算，这样。到时候我去吃。六千，但是它很红。哦，可以。我第一次见肉夹馍就着玉米的。这个是我的，妈妈喜欢这些茄子，还有鸡蛋。嗯，请问，开心。我很喜欢吃馍。我带你 остро。嗯。妈妈说，这个味道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这样做的。不太像茄子，更像啊那что похоже мясо。ну возьми попробуй чуть-чуть。哇，希望你很黑，不好意思。我在吃馍，因为要大口吃。你不是黄瓜。我喜欢吃肉。吃肉。吃面包。妈妈，说的滚。Он же был цел. Он целый. Просто тут надо закрутить. Давай, садись, катайся. Все, мама села за синчху. Я поеду в Украину, в Харьков. Ну, долго тебе надо будет ехать. Но если педалики там. Мы сидушечку подняли. О.Сейчас побольше, да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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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да. Вот так где-то. Мы уже приехали. Сейчас мы дай хочу вар. Куан и куан. Да, садись. Надо закрутить. А, понял. Это же 中国的面包，馒头，馍。Это лучше, чем в магазине. Вкусно? Да. Ага. Мама蒸了馍。馍。不要拍我！哦，好热。怎么样？嗯。你看，我只看你吃馍，不看你。哎，这我吃什么来着？嗯。或者现在有辣椒，家里有辣椒吃。是的。但是他们不吃辣椒，不吃辣椒，我肯定都吃辣椒。对对。最好吃。放些盐。加肉。加肉。加肉。肉夹馍。哦，肉夹馍，妈妈，妈妈现在真的是当面包吃，你看。对对，加一些，对。对，沙拉的沙拉也可以。是的。哎，你我这不是又说的？又沙拉酱啊！我可以吃一些肉。那好，那我吃。这是黄瓜，你这不是又吃完你再吃？哦哦，这黄瓜 ，clips， 还不得吃。嗯，可以。你不懂得享受生活，我们来。
晚上宵夜。谢谢我妈。馍。那切切切西红柿，切完黄瓜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们来吃。